我有个大学同学，他做外贸，天天在外面跑。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展会。后面我们，然后我们公司规模也不是很大。我朋友，你知道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什么荷兰风车啊，法国埃菲尔铁塔呀，德国的什么乱七八糟，世界旅游景点全去了，好羡慕他。Thank you.